姐们今天吃一个西游记里面的人参果啊，带了个小红围脖，我给你拿掉。看它这个肚子这块有个小腹字，是个小笑脸，后面还有一个小腹字，这我洗过了，来一口。有一点点甜，有点像那个瓜的味儿。我咬了两口了，没咬着字儿。它跟黄瓜不一样，我这怎么还有点甜呢？那个芽好小啊！我这个绝对不是黄瓜。什么话？你不能说的太早。甜丝丝的，我还切开看一下啊。看，就是这样的。咬到这个芽之后就觉得是黄瓜了。这个芽是黄瓜味，但是它这个皮儿这个地方哈比黄瓜甜。这玩意儿不太好吃。它可能就是外边套了模具定型的那个黄瓜。这个配点酱。来了这个锅盖上的辣酱。这小辣酱什么都可以蘸，平时啊蘸那个吃蘸酱菜或者拌面条什么的都可以。蘸上酱果然不一样了。就是感觉这个人参果菜有点不是那么新鲜。有点哏啾啾的感觉，像黄瓜蘸酱一样，蘸上酱好吃多了。但是这个人参果一点不好吃，别买，那个挺好看，一点不好吃。